还结婚了。结就结呗，半年又离了。离就离呗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二七的外卖，带我钥匙。二七外卖，快点，我车。二七，哎，我车。二七外卖，快点，我车被偷了。哎，姑姑，姑姑。还是你眼疾手快，你不是也替我解过围吗？男人是不是都觉得在大庭广众表白很浪漫呀？雄性动物的本能吧。韩梅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，答应我好不好？韩梅，你是默认了对不对？太好了，不会。真会演戏，应该给你颁个影帝。我有个事儿一直没和你说，后来我和学校的男生瞒着你处了俩月。那有啥呢，处就处呗。还结婚了。结就结呗，半年又离了。离就离呗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你为什么不接受江启？难道弟弟不香吗？香啊，但他太热烈了，烧到你了。他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但是我耗不动了，我好像没有那个热情了。果然是老了，幸好我还有热情。闭嘴。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学会骑摩托的？糟了，我包忘拿了。哎哎哎哎哎，稳住稳住。哎哎哎哎哎哎，你说他为什么就跑了呢？我是真的真的我想不明白。我哎呀，不赖他，那不韩美出来给他拽走的吗？哎，我可是今天按照你的想法做的啊。我知道。也行吧，反正表白是搞砸了今天，但我觉得我收获了更重要的东西，友谊，友情。有这样的兄弟今天值了。好兄弟，干了，来，再三干了。来，哥，我的车什么时候还回来？先吃东西，吃完东西车就回来了啊。这阿正奇的外卖，你车都丢了，你还怕这点外卖呀？没工作换一个工作不就行了吗？你看看，郑总，重新公司的老总呢。我呢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咖啡厅看见没有？漂不漂亮？大不大气？洋不洋气？我的，你们是老板啊？嗯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你们是打斯诺克的呢，他穿的跟打斯诺克的似的。